We gotta do something new, you know, like blues. 某一天大清早起，我打开了收音机，那里面哼哼唧唧都是无聊的歌曲，赶快换成电视机，正播放 MV， 却发现自己成了吸尘器。快，我要赶快离开。快展开翅膀飞向那边蓝蓝的天，哈哈 Yeah I know that feeling。 所有的家用电器也包括动漫游戏，全都是现在